又来冲藕粉了，这个也新开一罐，都没有了。哇、哦，开好了啊、哦，这个是颗粒状的，不需要加冷水啊。这个你们拍一罐，它也是送杯送勺的啊、哦。然后拍三罐是59.8。这个的话坚果就比较多啊，这个是甜的哦，这个里面有红枣干红枣片，然后就会甜一点啊，但是是正常甜度啊，比那个粉末状的要甜一点啊，你们喜欢喝甜口的就去拍这款就行啊。